曾经叱咤风云的那把屠龙刀回来了，炮弹钢材质，整把刀一体龙骨，手工锻造。从打磨刀口到打磨刀身需要80多道工序，每一道工序都需要百年的老师傅亲自完成，既可以上山砍柴，也可以下厨斩骨。户外家用一定要配上一把。